很多同修啊，在僧团中啊、哦，还有这个很多的精舍，很多的共修处，现在都发起每天起码一小时啊，读佛王誓约哦，大家读的有声有色啊、哦，大家读的那问出来那问题啊，都很微细，有认真在读。我不管多少，你每天给自己一个小时，更多时间是很好，你就好好去读。那这本书在写的时候啊，用心写的比较细一点呢，原因就是希望大家在从中获得一些佛法的正知见，还有一些正确的名相，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也能够、哦、发起这样的一个互动读书会啦，大家每天呢、啊，读佛书，三日不读书，便觉怎么样？语言乏味，面目可憎，这不是我讲的了、啊、但是能读书确实我们会得到熏习、啊、特别是在讲述佛法，特别我们佛王誓约在讲述这殊胜的佛藏这样的一本宝典、啊、相当相当重要。如果以前我们犯下诸如此类的罪业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现在就知道，哎呀，我造下这么样的大的错误啊，哦，就不要光陷在情绪里，怀疑人生啦，不接电话了，一读不回啦，搞失踪啦，奇怪了，你自己给自己制造这么多违缘，何必呢？哎，就忏悔，我做错了，因为我是无知的众生，不懂，现在懂了，非常忏悔，立刻改正，马上就是又变成第一清净，这样就好了。